德云社的巨人们。老秦，下次能不能站得离大男远点？我183，站他边上那小鸡子。1.93米，你比尺子都高啊！你这人呐，谢金打高顺1.93米不差一肩，说这话。高小贝是德云社的一个巨人，身高达到了1.91米。老话说的好。1.91米，傻了吧唧。我是不是在我心里是一个巨人，锯了腿的人？你是老郭家亲外甥吗？又来了，师傅和郭麒麟加一块3.02米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损不损？我都1.7米了，世界男子标准身高嘛，比我高都属于是巨人症。巨人症。